拉人上那边撞墙，你看。你把那个女的打死了？那么近，我的枪就抵在她前胸上，估计是死了。我说你抢钱就说抢钱吗？你杀人干什么你？哎呀，我杀人干什么？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上，谁怕谁呀？你想干抢劫，一下拿他个几万几十万的，他能不跟你拼命？你光亮亮枪不管事儿，你开枪吓唬他，那只能对付胆小鬼。所以我必须开枪，必须杀人。我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多大岁数，事先我就想好了，我抢谁就得把被抢的人给他杀掉，在我抢钱和逃跑的路上，谁要是阻拦我，我就把谁杀掉。哎，这枪一响见了血，有的人倒在地上乱叫唤，有的人死了，他们都懵了，谁不保命啊？自个儿顾自个儿呗，正好我趁机逃走，就这么简单。可那是个女的呀。女的怎么了？该开枪的时候啊也得开。那个女的挺无辜的。哎，仔细想想，她真是怪可惜的。可干我们这行的，在这种事儿上不能手软。不说话了，那天你会不会把我也杀了？我怎么会杀你呢？你跟我是同伙，我为什么要杀你呢？不过这个事儿你不能讲出去，你要是讲出去害我，那我肯定杀你。我不仅仅杀你，我还要去四川。别说了，我不会讲的。可你这样的抢来的钱，我
不会要的。再说吧，啊！快点！在这儿等我，看有没有人过来。啊，白宝山经过周密策划，持枪抢劫了德外烟草批发市场，打死女烟贩李玉花，抢劫烟款69000余元。他拿出5000元交给谢玉民供他做生意，其余全部留作下一步作案的活动经费。谢玉民并没有如他所说拒绝这笔赃款，拿到钱的第二天就把钱汇往四川省军连县老家，寄给了他的父母。杨军，哎，是，身体怎么样啊？没问题，按处长的说法，现在又壮得像头牛了。好了，我们开会，我们大家把最近两天摸排的情况谈一谈。那我说几句吧，我和秦队长呢负责这个现场的查访工作，我们对这个烟摊人员都进行查访，也做了笔录。现在基本上排除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和这个烟摊人员呢相互勾结内外作案的可能性。那个许家那个烟摊啊，那天没有开业，原因查清楚了，他们家的煤气管子啊漏煤气，都煤气中毒了，住进了医院。这个呢有医院的证明和医护人员的查访笔录。现在这个烟摊人员比较复杂，流动性比较大，查起来挺困难。但是从法医上情况来看呢，烟摊人员呢在这案发前没有接触到过什么可疑的陌生人，基本就这些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案子查起来难度不小啊。现场痕迹物证的提取呢，应该说是东城分局做的已经很细致了。尽管这样，由于现场比较乱，人来人往的，这个可以确认的证据仍然很少。弹壳跟子弹披甲给这个串并案提供了条件，应该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另外呢，从这个现场的北边的胡同里一个公共厕所的房顶上，这个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扔上去的一只这个女人穿的丝袜子，估计是犯罪嫌疑人蒙面用的。我们从这个丝袜子里边呢提取到部分毛发，经过鉴定，他的血型和408案墙头上提取的
微量血迹一致为 B 型，其他方面呢那都是已知的内容。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个对手，从这个犯罪现场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对烟摊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事先肯定是踩过点。但是据烟摊的人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在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行动果断，逃跑的线路找的也是比较安全，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前的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慎重的。对付这样一个狡猾的惯犯，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看一看我们能找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老徐，这句话很关键，是你要找出他的产地，他的这个销售。我觉得吧，这个426这个案子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表明了个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这一点很重要，他抢钱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抢钱，所以说我们以后的工作是不是应该往这方面靠拢一下，其他方面的工作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哎，秦队长你也谈一谈。好，我说一下这个408案件情况，我不大了解，我想说一下我个人对这个烟摊抢劫的一些看法。我总觉得对方要抢的不仅仅是几百块钱，既然他对市场做过观察，他叮嘱呢应该是虚租两家，恰好那天徐家家中出事没有开业，而涂家又改变了交款方式，由现金改为了支票，这两个偶然的因素打乱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计划，仓促中抢劫了李玉华。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个推断还是合理的。我觉得烟摊抢劫案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得到满足，相反这会大大刺激他的犯罪嫌疑人第一次作案得手以后，一般以此为经验做出一系列相应的案件，相似的案件。426案件就有这种特征，随着五一节的临近，客观上又存在相似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用相似的手法继续作案。你看大家谈的都很好啊，案子看来越来越清晰了。我比较赞同秦队长的看法，随着节日的来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以密集的方式连续作案，这一点我会尽快向局领导汇报，同时提出我们的这看法。第一点，我们要建议对全市所有市场的安全防范工作要加强，像保护哨兵一样保护我们的个体商贩。第二点呢，也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利用这个战机诱犯罪嫌疑人出动，争取在抢劫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北京市公安局很快采纳了408专案组的建议，市局党委反复研究后认为，鉴于市场人员集中，犯罪嫌疑人枪法精湛，又是一名亡命歹徒，为了避免重大伤亡，不宜采取引蛇出洞在市场拘捕的方式，节日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保护好市场的安全。对此刘维镇处长曾提出言辞激烈的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局党委的整体安排。对，就是要这样，要展示警方的威慑力。这不叫打草惊蛇，你以为你不打草，那蛇趴在地窝子里就老实不动啊？啊！哎，黄队长，你放心，我跟大家说，对，消灭它是打仗，镇住它也是打仗。老百姓要过节，
你多想一想，老百姓要过节，就什么都明白了。哎，好了。哎，朝阳区巡警支队吗？我是一号，有情况吗？我们朝阳区没事，放心吧。嗯，好了。海淀区巡警支队吗？我是一号，请讲话，有情况没有？我们海淀区一切情况正常。好了。东城区巡警支队吗？东城区一切正常。嗯，好，有情况啊？有情况吗？啊，好了好了。喂，你还吃不吃饭呀？一天到晚就睡睡睡，叫你上货你都不去。一个老娘们家知道什么？认识，我认识你，算到了800辈子没了。这几天我出去看了看，北京的警察又紧了，哼，唉，本来我想趁这阵子再弄点钱，看来不那么容易。这北京的警察行动也太快了，哪个市场都布着人。哎，我不是让你再去抢啊。哼，不抢干什么啊？不抢你让我跟你鼓动那个小买卖，每天挣个10块8块的喝稀饭。挣那钱啊，我心里踏实。又这样说，大多数东西改不了你的嘴。做活动呢，我怎么知道？现在全是大撒网，这个小子不出来才能便宜，出来得撂倒他。看那俩警察了吧？这两天你没来，警察天天在市场里面转悠呢。他妈的，我算是服了。北京就是北京，和我们新疆一点都不一样。要不大伙儿怎么都要往北京来呢？哎，你怎么老是和我不一个地方说话呢？我是做买卖的，干嘛非要和你一样说话呀？你要这样的话，我早晚我。哦，那个呀，这个1块钱，挺便宜的，太贵了。那个，这个便宜，5毛钱就可以。
光你一人吃啊？啊？白宝山4月26日在德外烟市得手后野心膨胀，在短时间内几次谋划抢劫其他市场，加速实现他抢劫300万的目标。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白宝山的犯罪行为。白宝山不得不调整他的计划，寻找新的犯罪出路。明天不出摊了？不出摊了。那好，明天咱俩上街给我妈买件衣服啊。行啊。哎，宝山，那我都忘了，我家里来信了，说我妈病了，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回四川老家看看。怎么了？不怎么。你不能回去。我为什么不能回去？这么长的日子了，都是我陪着你。我现在我妈病了，回去看看有什么不行吗？你妈是妈，我妈就不是妈了。我不让你回去。这你管不了，我就回去。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好，你干什么？你滚！我，你乞丐，乞丐，乞丐！你说你还回不回四川啊？我反了你了，我现在薛玉敏，我念你对我还有感情，我才舍不得，你知道吗？我只问你一句，你还想不想回四川？
你还跟我拧着不拧？你记着，往后一切事情都得听我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让你干，你什么都别想。其实你想回四川也行，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过些日子你跟我去趟新疆。我不去新疆，我去新疆干什么？你等过了这阵儿，你跟我回趟新疆，咱们去做点棉花生意。你不知道，新疆的棉花生意好做，能赚大钱。等挣了钱，我就让你回趟四川老家。你到时候你说话又不算数了。这回我说话算数，等挣了钱我就放你走。不过我们去新疆你不能跟我们家里人讲，你就说我们一起去四川，你听见没有？听见了。我说不去新疆，去四川。你要是说错了，我就打死你。行了行了，你去洗洗脸。擦擦，
天你要去我妈那儿，我妈要问你脸上伤怎么回事，你怎么说？我就说夜里走的不小心给摔的。你要说心了吧？这还差不多。给东东，乖，去跟爷爷玩啊。哎，东东，慢。吃饭呗，在哪就好啊。好的，啊，慢着点。嗨，我这有病啊，天天多亏这张慧照顾我。是啊。嗨，我这知道了，现在养着的不养闺女好。祖母啊，静明啊，现在是大忙人，忙的是亲近的案子，别说家里事了，什么事都得给他让路。妈，今天呢，处长才来放我们假。要不然呢，我还回不来。一向蹲坑的人呢，今天晚上还要去蹲着。为了这个案子啊，我们动用了500人，后来精简了，45。哎，你说这个吧。我说，也有100多人吧，我蹲了好几个月了。什么案子这么行事中动的？伯母，人家保密，连我都不说。嗨。干你们这行的是不容易，妈理解。哥，你什么时候娶媳妇儿啊？那也快，等我把这案子破了，把那小子抓住，我们就结婚。那抓不着呢？别人要这么说，我早跟他急了啊。也就你是我妹妹，今天又是五一节，我就饶你一次，下不为例啊。爸爸，你要跟谁结婚呀？哎，去，没你份儿。怎么没有份儿啊？户口本上还有我名字吗？东东，过来。东东乖，东东是家里的正式成员，怎么能没有东东的份儿呢？是啊，爸爸，你结婚了，我管张慧阿姨叫什么呀？爸爸，我管我妈妈又叫什么呀？爸爸，我妈妈怎么老不来看我呀？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妈妈出国了。哎，王丽，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一直都在这儿啊。哎，你不是出国了吗？别胡说八道的，谁出国了？对了，我还想问问你呢，听说你跟东东说我要出国了，找不着我了，是吗？没有啊，我从来没那么说过。哎，你别给咱刑警丢脸了，撒什么谎啊你？我干嘛撒谎啊？我没说就是没说吗？你妹妹亲口告诉我的，还不承认？你看我稍微动心眼儿，你就把你的同谋者给招出来了吧？哎，你出卖你的同盟者，你不够朋友啊。你这个臭毛病啊，就是改不了，跟你在一块过日子就得多长个心眼。这个小丫头里通外国，把当哥的给出卖了。行了，你别往旁边扯了，你到底说过没有？说过了，又怎么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别人告诉我说你要出国吗？再者说了，你整月不回去看东东，他天天问我你去哪儿了，你让我怎么说？让我告诉他你妈妈又找了个大款，整天呢泡在蜜罐里，不要你了，把你忘了，行吗？你这个穷酸臭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掉？跟你说个话都这么费劲，哪有时间呀、啊？这2个月我从来就没有离开技术室。再者说了，上次我去，
害得你妈妈直犯心脏病，这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别找康安理由了。哎呀，还是当官好啊。孩子嘛，无所谓了。罗建民，你不就是心里不平衡吗？我当副处长怎么了？这是工作的需要。再者说了，这是我自己干出来的，又不是我拖后门提上来的。对，工作需要。那你要孩子干什么？还不是当初你甜言蜜语的，舔着脸说的。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愿意听你翻小肠，我还有事要忙去了。来，爸。哎。今年过节，家里人最全了，宝山回来了。双姐也有了女朋友，宝山也交了女朋友，咱们家这些年没从来没这么团圆过。是啊，自打宝山三岁起，咱们家就这么磕磕绊绊的。今年总算是都团聚到一起过个节了。我这不是做梦吧？妈，您别这样。今年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啊，过去的事儿谁也不要提。我说两句吧。今天大哥回来了，虽然没落上户口，可是跟着谢大姐一直在法海寺做生意，总算是有一份收入，我心里特别高兴。大哥，这么多年来你受累了，其实咱妈还有我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你。现在看着你能够踏心的过日子，我们心里这块石头就算是落了地了。谢大姐，我大哥戒酒了，这杯第一杯酒我先敬您。香浓的几百粒新牛奶巧克力，裹以甜蜜的太妃糖，美味合二。大姐，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我们这个家也就好好的。我妈还有我们什么烦心的事都没有了。来，干。大家吃饭呢，吃菜呀。老大姐，你吃点菜。妈，大弟，我和玉米商量好了，过了节呢，我打算和他到四川去看看。应该的，我们可能在那边的日子呢要长点，想在那边多住些日子，是吧，玉米？看报纸时候，其实你已经可以护肤了，但是很多朋友都会把。行啊，过年的时候，玉米就没回家。这回回去想多住些日子就多住些日子再回来。哎，对了，庄姐，五一晚会快开始了吧？啊，那我把电视机搬过来咱们一块儿看。啥时候回来呀？小华在吗？
小华都等你一晚上了。哎，我肯定回不去。一线的同志在外面蹲坑，我能安心回家过节吗？哎，秀英和小平他们娘俩都在咱们家。那家里今天晚上够热闹的吧？哎，代我向他们问好。给你娘俩带好的。行。哎，哎，这样，你跟小华说两句啊。爸爸。小华，我听着呢。哦，爸，我觉得你是个刑警啊，我特光荣。哦，今天我还要向你致敬呢。小华，爸爸谢谢你。小华，你在家里面好好陪妈妈，还有秀英阿姨和小平，好吗？我这里有电话打的。好，就这样。好，就这样。好，再见。喂，哎，伟振吗？你在哪儿啊？啊，老黄头，你在哪儿呢？我在巡逻车上。哎，我说，这狗日的408，这搅得大伙儿这连节都过不好啊！哎，伟振呐，我可不是骂你啊！你可不就是在骂我，给我施加压力吗？嘿嘿，压压也是应该的嘛！我不压你，局长也得压你，老百姓也得压你。咱当警察的就是要过这种挨压的锒铛日子。哎，伟振呐，我说。你是不是在办公室？你是明知故问。嘿，我得调查调查。你要是不在办公室，我这心里就不平衡了。老黄头，你今天没动点酒？想闹啊，可前线还有我一群受苦的弟兄们呢。哪天吧，等案子破了，我好好请请你。算了吧，到时候我还是请你吧。你破了案，我的弟兄们就解放了。你说我是不是得好好感谢你啊？那我可就要等着吃你了。那你就快点把案子结了啊。那你就准备好钱啊，等着请客了。